有创新创造。哎，这个东西能放在冰箱里吗？也可以放在冰箱里。这一罐不是正好吗？我要放冰箱。冰箱是属于储存的那个水系。他这也不是，他这弄的也不是是台湾的还是中国的？应该是中国的吧？我只能 save 那个 link， 不会。没。能下载啊？是 screen recording 下来，然后是，然后编辑一下，把那个头上一些弄的编辑一下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！真漂亮弄的啊！给邹华看，你看邹华笑死了。给你看这个，等一会儿我发到群里头。怎么弄的？哎呀，好可爱。咋弄的？什么？没有，人家的。包子。哎。你这个馅儿的。他咋弄的呀？这个什么？面包。没有，人家做的，做发的这个包子。里面是啥呀？刚才我说这个粉粉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这西瓜呀。做成个西瓜。做成西瓜。真西瓜呀。谁有？这是面食儿。面包。面。蒸的。蒸的。哎呦，这哪儿的呀？不知道呀，就是。哎，这好玩啊！这个是网红店吗？这都是。啊，剥开来，你看，都是面食。啊。哪儿的呀？哟，这做的好玩啊！可能我觉得是台湾的啊，什么之类的。日本的。我觉得是。有可能日本的啊，只有日本人会做这种东西。精细的。对，没错了，日本人会做这么精细。但那些人不像日本人呢，后面那几个人。哎，日本人就这样。这样吗？很。他做的这么好，戴个手套，他不肯定不会是。哎呦呀，不得了！这苹果做的多漂亮。真像苹果一样。啊，给你剥开来。里头还有籽儿，估计。打开。哎，它是一个什么技术啊？哟。哎呦，榴莲。哎呀，这榴莲都好像哦。这个真榴莲呀。不是，都是面包。都是面食咋做的呀？他这做出来的呀，然后蒸的呀。等，我在录呢吗？我在录呢吗？录完了以后，那不能是国内看不到，而且。你有 Facebook 吗？没有，他没有。如果你有的话，我就可以看。这你看，就在面包里面。还有一个小虫子在里头。这个肯定是日本的，哎，绝对是日本的，绝对。哎呀，切出不同的是不同的都。哦，哎呦。三个小猪，哎，他这个发面肯定不是一般的，他可能里面加了什么东西了，要不然不会这么宣的。哎呀，